但是万达队的几名队员呢和这个对手在斗气儿，所以在公共场呢被对手抢到机会。实际上这个在足球比赛当中啊，不管是这个场上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，都要心平气和、平心静气的对待这个每一个球。像刚才那球是出现的失误，本身就是不应该，是对手找到了机会。任意球，后场任意球，五号队长齐红，七号徐辉，十七号孙继海，李卫民。进行29分钟，3-1。北京国安队是26分钟扳回一球，万达队呢是28分钟再回敬一球。现在比分还是2个球的差距，3-1。林队10号杨晨，韩文海大脚开球，11号魏以民漂亮，又进一个，4-1。王海东再进一球，30分钟。之后确实传出几个威胁球，速度非常快，突然启动，4-1了。北京国安队在中路，20号南方，12号胡建平。李红军，14号金丝，魏以民，该传了，魏以民准备启动，金丝把球稳了一下，在后卫线，6号张文华，给7号徐辉，孙继海。安博斯很有经验，在禁区里面自己先躺倒，准备看裁判怎么来判断。内克、徐辉、魏以民，前场界外球。进行了32分40秒，前场万达队的控球掉禁区里面，布斌把球得到了。
北京国安队前场任意球，第五个前场任意球，下半时。左路胡建平，胡建平一脚射门，力量不是很大。第四次航海把这球得到了，球现在在魏民的脚下。魏民把球控制一下，徐辉一脚远射，徐辉也想过过这射门的瘾，但是球高了。下场比赛进行了将近35分钟，现在场上比分是4-1，现在球在步兵的手里。这个场上风云变幻，对方是你万达队和国安队是两方进球，这个都很密集，像26分钟、28分钟、30分钟，连进三球，在这个4分钟之内连进三球，这可能是今天甲 A 联赛当中啊进球密度最大的一个记录。26分钟是北京国安队呢由11号是冈博斯先扳平一个球，扳回一个球，比分变成了1-2，然后接着28分钟，万达队的8号王鹏。再下一城3-1，30分钟九号黄海东的第二次攻中变成4-1，这三个进球力度很大。边线球，大连万达队的前场是界外球，把球交给11号魏一鸣。后场界外球，北京队是大范围的转移，7号谢峰在中路，10号杨晨，但是没有通过孙继海这一关，给魏一鸣。魏民突然启动，速度很快，魏可兴把球防住了，魏可兴经验还是相当丰富。8号王鹏，9号郝海东把球控制一下，郝海东这控球能力很强。国安队打反击，国安队这个三箭齐发，左路身后杨晨，任意球，两脚任意球，主裁判李海生判这是任意球，就在禁区的里边一个任意球。准备开这任意球的是11号冈博斯，这是来自巴拉圭的一名外援。还是前场任意球，11号冈波斯这段比赛时间里表现得很活跃，在这个万达队的位线呢也是制造了不少的这个机会。现在又一个前场任意球，11号冈波斯准备开这个前场任意球，北京国安队上一轮比赛
是以这个3-0战胜太阳神队。1号魏以民没有控制住这球，孙继海球门球，傅斌开球门球，7号谢峰，12号吴建平，还是交给冈波斯。冈波斯这个体力比较充沛，自己向中路插，准备起脚了，漂亮！冈波斯确实的门前啊，这个里外的这个利用充沛的体力，还有大幅度的大范围的交叉换位跑动，无论是接同伴传球还是自己带球向前突，这能力都很强。北京国安队下半时已经有5次射门了，官队在中场控球，7号谢峰。北京队现在是落后3球，所以尽量的控制住这个。边旗已经举起来了，越位，这球越位了。看3个外援同时插到门前。后场的任意球。左路，金斯把球控制一下。球又到了冈波斯脚下。3号吴俊，8号王鹏，9号郝海东。冈波斯，北京国安队前场界外球。下半时比赛进行了42分钟，现在场上比分是5-1。看来万达队取胜这场比赛呢，这可。